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，厉害的这个《华流》杂志的封面没有错，就是《世间情》的，多厉害！而且一出来马上秒杀，大家现在都完全找不到了。所以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，我告诉你，你们把他们逼出来了。是的，6月8号礼拜天早上10点半呢，会办一个见面会，当天出席的呢会有陈佩琪、林佑宪还有李亮晶。那到10点半呢，如果说你现在手上还没有这一本《华流》杂志的话呢，现场也可以就是来支持一下《华流》杂志。那是10点半的时候就开放拿号码牌了哦。然后10点半是开放这个，然后以及拿号码牌，但是真正的活动是1点钟。对，再跟大家讲一次，6月8号早上10点半开始领号码牌，以及就是现场也会有《华流》杂志可以请大家支持。然后活动正式是1点钟，下午1点钟开始，礼拜天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对这个《世间情》还有《华流》杂志的支持，就是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就是要这样子，你们想看谁就去支持他，然后他就会把他逼出来。真的，只要让他秒杀，就大家就会出来，然后办一个签书会。然后就是再刷一次的时候再秒杀，他们就不得不出来跟大家谢谢。对，没错，再办一次签书会。没错，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。